迫不及待写下自己国家的名胜景点及美食。新加坡菩提学校来到花莲慈大附中交流，学生在探索彼此文化过程中建立起友情及自信。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可以让两校交流，成为姐妹校，也可以让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。两天的交流，从文化趣味中学习，体验国际互动。慈大附中也以水资源为主题，和菩提学校分享慈济在环保的重视，惜水爱物的精神。我的学生在这里学到如何要环保，进行环保，然后他们也明白了，要环保呢，不只是要保护环境，更要净化我们的心理。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主任也到慈大附中交流，透过观摩学校的教学方式，共同讨论教育方针。老师不断精进，希望找出帮助学生学习的好方法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职工陈坤木，花莲报道。